好，大爷。好，请决定今天要跟谁告白。征求现场志愿者让大爷告白。大家干杯！我可以这样吗？可以这样带过去吗？不行，但你要挑一个，一定要挑一个啦！你不要让我们这些主持人很难做。好了，不然就最活泼的两个让你挑，好不好？不是你啊，余恒儒，不要走了。没有你已经替选项你已经被剔除了，你已经过气了。老妹了，老妹了，老妹了。今天要给大爷选妃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家大爷今年七岁，公狗非常健康，需要征求配种的母狗。怎样？二十八，二十八，二十九。谁？他。三十了。三十哦。三十。三十。三十岁，真乖。就搞住哎！好，我们下一首歌，谢谢。对，这首歌可能，这首歌可能要讲一下。对，这首歌，歌名被改了很多次。对，因为这首歌一开始想要歌名叫《今夜想着你打手枪》，是一首情歌。对，可是他们最近就有点叛逆期，他们就觉得这样太新三色了，所以就。怎样啦？大人写给你的啦。今晚想着你，余恒儒啊。所以余恒儒等于打手枪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本来之前我们要叫今夜想着你。等一下，安静啊，在讲你啊。今夜想着你，丹啊秋晴。我怕大家听不懂。求的是你
受伤，在厝底破病，咱想着你，世界找无你，路大流着目屎，黑暗，心内想着你，目睭也想你，你来就来当，甲你困到底，心内想着你，谁人甲你，谁甲你受着，你怕？